Hello， 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嗨。我现在站着，因为我刚吃饱。哎，我这个脚架真的很低，我换一个脚架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咻。刚卷了。刘海，今天居然没穿粉红色衣服。我之前都穿粉红色衣服吗？今天想穿白色。等一下，脚架儿。我今天又是一个上半身好看，下半身就是居家风格的一个。今天是国际粉红日，我不知道哎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换粉红色衣服嘛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真的、哦，我觉得我今天卷的还行，难得。我平常因为我家里那只离子夹蛮大只，我就不太会操控，比较习惯用小只。但是我家里是大只的，白色显黑，所以我今天看起来很黑吗？我觉得我在家里待那么久，应该要变白。然后我今天的穿搭就是一个，我穿了一个可爱的衣服，然后我就穿了一个居家的裤子，有没有好看？谢谢。哎，我要干嘛？我要拿我梳子啊，梳子嘞，在这里。Hello， 想我吗？我们又是隔一个礼拜见面是吗？我有剪刘海了，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前几天前啊，忘记了，我剪了刘海，就是我终于剪刘海了，但我没有把它剪到就是完全跟眉毛一样齐，因为我怕我自己会剪坏，所以我就把它剪的，就是没有剪的很长。我今天穿的很像打网球吗？这件感觉就没有打网球的，哎呦，感觉。就是我原本刘海很长啊，我原本刘海很长，我在调脚架，等我一下。我原本刘海很长，然后现在变短一点。对，我刚刚卷的刘海，但是这是我的刘海就会这样子，它会往两边翘，可能是我自然卷的关系吧。我今天呢？站着，因为我刚吃饱，我不想要坐下，我不能后退太多，因为会，真的、哦，谢谢大家的夸奖，原来大家喜欢我这个刘海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精致的那种刘海，就是那种精致的刘海。我平常在家里卷都会那叫什么，有点小失败。吃饱饱肚子会大大，对啊。为什么刚吃饱站着会胃下垂？提高了档次是不是？哎，刚刚是谁？谢谢艾拉的樱花雨。最近大家过得怎么样？最近大家是不是因为下雨吗？所以你们感觉心情都很不好。等我一下，我来播好听的歌给你们听，你们就不会心情不好了。哎。我要调一下这个，
今天要继续延后了，那个叫什么？三级警戒。我觉得我口红涂的不够红，再红一点。嘟嘟嘟，嘟嘟嘟嘟。我只要站着就会想要动来动去，这是我的天性，就是很喜欢动来动去。哦，大家不要难过好吗？就是啊，这个短暂的离别呢，都是为了下一次的见面，请大家不要太难过，我们要期待下一次再见的时候。对，你要把你的眼光看远，看远。对，大家还是可以透过那个谁直播看到我们。那个谁，我没有网路。如果我哪天心情好，心情好。如果我哪天，哦，可能等我放暑假吧，就是可能等我放暑假，我就是早上没课，然后晚上直播的话，才会可能有精神可以跳个舞给大家看。大家应该都很想念我的舞台表演，还是没有？就是呢。暑假我已经开始放，我没有开始放暑假，大家真的不要以为我有暑假，我还没开始放暑假，而且我暑假也要舒服，所以我等于是继续上线上的课程，然后我要干嘛？对，我要连网路，网路啊，网路，网路。没有人要理我，没关系。哎，我忘记充电了，现在有点手忙脚乱啊，因为我刚刚在做别的事情。哎呀，哎，够长吗？真的假的啊？你放暑假的时候，我还没出生。那很久哎、欸，充电好了。我觉得啊，我今天的妆化的蛮好看的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今天的光感觉特别不错哦，因为我把全部的灯都打开了，我把我房间的灯都打开了、欸，连旁边的台灯都有开。我可以现在测试一下光线吗？我现在来测试，如果我关灯的话会怎么样？就是哪一个灯呢是最好看的光？对，应该怎么讲？就是我如果平常没有全开的话，开哪一个是最好的？好，我现在要开始测试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台灯关掉，就是桌上的那个书桌灯。书桌灯有差别吗？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大家看得懂吗？看得大家看分得出来吗？好，现在这个是关掉桌上的台灯，好像其实还好，没有差到太多。那接下来下一个，这边我正上方有五颗灯，然后前面有两颗，我先关那个前面的两颗。哦，有了吧？这是好像有差一点点，好像有差一点点吧，就变暗了一点点。我再开一次。哦，就是会有一个，因为那对面是黄光，有，因为对面那两个是黄光，所以。就是开了之后就看起来，嗯，比较有气色吗？
大家觉得呢？那两个要关还是开？我觉得开着好像会比较好。嗯，真的吗？没感觉。那我现在再把前面两颗关掉，然后换这里只开三个，因为我平常应该都只开三个。等一下哦。这是平常的我，哎，真的很黑、欸。我平常是这样吗？我平常这么暗吗？其实我忘记了，超黑、欸，就是这样有看得出来吧？大家就是明显有差别。好，那我还是开五颗灯。五灯奖，我没有看过五灯奖哎，大家有看过五灯奖吗？嗯，这样 OK。那五灯奖真的不错呢。我之前都开三颗灯哦，真奇怪了，为什么开那么少灯啊？嗯，那这样嘞，五颗灯，有好有差，大家终于看出来了，哇！谢谢整尊的香槟，粉色特别版，好可爱哦！开香槟，我没有喝过香槟哎，我喝过吗？我没有喝过哎，滋滋滋。我要哦，看到网路了。灯开的这么开心，庆祝香槟庆祝。我们来播你们最喜欢的那首歌。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歌。这样够近了吗？挑战大家的能耐。难道我今天？还算好看，我可以离大家近一点，不然平常我会离你们远一点，因为可能比较丑这样。你们看我的睫毛，我今天是蛮好看的。这首歌叫做《The Lion Sleeps Tonight》，Sleeps， 口齿不清哎我。来吧，很艺术是什么意思？哪有你明明就超喜欢你们这群傲娇仔，你们就是小傲娇，就是明明就很喜欢，硬要说不喜欢。我爱喝气泡水了。欸，我很久没喝气泡水，然后我那个气泡水机现在也不在我家，然后我就没有再用气泡水了，这个是随便乱跳的。然后今天教育组买了一瓶气泡水给我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买气泡水给我，可能是不知道。嗨阿米，晚安，还蛮好看的，蓝色的，然后。你们就是喜欢爱屋及乌的傲娇仔，热销？什么热销？等一下，我想要把镜头来调高一点。OK， 这样子，这样我就不用，我可以这样 OK 啦。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让气泡水机登场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要直播，可是你们平常也没有在问我有没有喝气泡水啊。我真的有一阵子没喝气泡水了，我之前是会一直每天喝气泡水，然后又变成每天喝无糖四季春茶，但我到现在就是都没有，就只喝水。但我今天喝水比较少，喝多一点。干杯！嗯，哦，我今天喝了哦。我已经很久没喝，我应该把气泡水机拿回来。可是我其实也，就是我其实也不会很讨厌喝水，就是，就我之前常跟大家讲的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干杯。大家可以喝水。对啊，我是不是有点善变？我是不是常常变来变去？还好吧，大家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很突然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加柠檬，可是我家没有柠檬哎、欸。
我家没有柠檬，我家只有布丁，不是可以吃的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这笑话不好笑，但还是要笑一下，哈哈哈。好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下次可以应该可以再做气泡水机了，再把气泡水机拿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有桌子，我就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了。我们多了桌子，就多了一个方便的工具。真的假的？小朋友个性，对啊，不是，我是觉得我这还，我是真的觉得我还算蛮小朋友的，就是还没有怎么讲啊，也不是说我完全就是还是小朋友的感觉，但是就是还是有那种童心未泯的感觉，但也还好哎，怎么讲？就是不会表现出来吗？会，平常会，嗯，怎么讲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。对，我是小朋友，但我也没有觉得我超级小朋友。哎，很矛盾，青少年就是如此的矛盾啊！青少年，怎么讲？好吧，我好像真的蛮小朋友的，我就是能小朋友就很小朋友，对。没有，我不会超越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长高。我自从大概国二吧，我就没有再长高过了。就是从国二，对，对，外表看起来就是老人，没有啦。我今天要 po 文，但我忘记 po， 我等下直播完再 po， 大家记得去按赞。然后我上次礼拜六 po 了我的十月旅岁公园的 vlog， 大家看了没啊？如果还没的话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追踪可爱布丁酱。真的吗？还好，我外表还好，我也不知道，刚好，随便啦，反正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。我觉得这就是我，赞哦，大家可以多看个几遍。曝光，你说一开头吗？还是什么？哇！谢谢棕红喵喵的喵喵宝宝。啊啊！我应该没有吃特效吧？我应该没有吃特效吧？如果有的话，对不起。我有吃到吗？希望没有，应该没有吧。哦，对，你不讲我都忘记了。对啊，没有吧？我没有。我要讲什么？对，我最后拍大家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注意看我的手机，我就专注在跟大家说拜拜，我就没有拍到大家 ，sorry， 真是抱歉哦，大家。有的话也是没有错。八点要参加百万哦，这件事有那个活动是不是？可是我跟大家讲，我虽然是有这个智慧王的名号，但我不是，我在生活上是哈喽王，就是我针对生活就是其他部分，我只针对学科比较好一点，其他就是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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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对我期望太高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感觉就一定不会是什么，就是那种比较学术一点的问题。那刚刚那只喵喵还是一年综合喵喵，希望自己被讲可爱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啊，要怎么玩？八点是吧？哦，快到了，好啊，我可以玩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们，我求大家真的不要就是对我寄望太深，期望太高，因为你们不可以因为我的名号就对我施加压力。晚上好，哦，不要把你的自动出现。你觉得你自己很可爱，好，那你就可爱，有自信是好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哦，那我八点的时候。他说要更新到最新版本，但我还没更新哎，哈哈，
原来就是命运都不想要我答题，他觉得我会答错很多，就不让我答题了。谁知道猫咪的汗腺？我不知道，我跟猫咪不熟，我只是喜欢看猫，然后想要养猫，但是又很少碰猫，又很少跟猫有接触的人。哇，太棒了，我们不用答题了，耶耶！真的假的？哈，可是我要怎么更新？哇，谢谢贝的粉红色香槟，快点，我要开香槟。哈，有吗？有开到吗？有点尴尬。我对啊，我都喜欢别人家的猫，别人家的猫最可爱了。哈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要怎么更新啊？就是我如果现在去更新的话，它会不会跳掉 ？Hello 赖钱，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去更新的话，我的直播可能会结束，我不想要让我的直播结束啊。只现在每个人送香槟，我就要开一次，那就啊哦，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。对，真是笑话，天大的笑话。就是有一次，哦，上一次吧，上一次断考已经好久，我好久没有回去学校。就是好，那我们下次再玩。等待嘛，大家。就是我上次断考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第一堂课，因为第一堂课自习，然后我那天就开心的带着我的蜂蜜气泡水，然后坐在桌上，我就。坐在桌上，坐在椅子上，对，坐在我的座位上。然后那时候是自习，然后我就带了我的蜂蜜气泡水。然后那天呢，我就是非常的开心，在愉快的早晨，然后就将我的蜂蜜气泡水打开。然后打开之后呢，就发出一个噗噗噗的声音，于是那个蜂蜜气泡水就爆出来了。而且那是非常安静、宁静的早自习，然后大家就突然发现，镇布丁的桌上充满了气泡水。反正就是我打开气泡水，然后它爆开，我就那种全身都是，结束。开心吗，大家？我觉得这笑话非常的好笑，对。其实还好啊，因为我跟我们班处得不错，就是不会，我不会感到就是害羞的无地自容，想要挖个洞跳进去，没这么夸张，就哈哈这样子。哈，断考成绩也是个笑话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正想说哦，好，我这回是断考，好好努力。结果这回是断考取消了，好，我们学测就努力。还好朋友好像没有笑很大声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因为我每次开气泡水，我都会慢慢开。可是我就发现好像慢慢开，就是其实还是可以顺利打开。就是因为我通常打开都会先放一点气出来，但是我就是一直每次都这样开之后，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不用这么小心翼翼，没关系。于是呢，我就，而且我那次也是我慢慢打开，但是我只是太着急，我就这样先打开，再打开，再打开，然后我觉得应该可以，然后就打开，然后就炸了。对，前几天发现一件我很开心的事，就是我订的参考书到了。我对啊，我会转不开瓶盖，但是气泡水的瓶盖我不知道为什么转得开。我来喝一口。我知道墨菲定律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所以我今天开这瓶的时候，我有好好打开，没有，这是只有第一次，真的是第一次这样，第一次爆开，我真的从来没有爆开过。我的参考书到了，它在我的书柜这边，我把它摆放的很整齐，我顺便整理了我的书柜，虽然上面书不是我的，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在这里。这上面不是我的书，然后它在这里，就是这里。不要啊，我们又没有开香槟庆祝。不会，我不会放气泡水啦。我也没有很常喝气泡水啊，就之前阵子比较常喝。而且我就是那时候开的气泡水是蜂蜜口味的，然后就有点黏黏的。
于是呢，我就去清洗了一下我的。谢谢艾拉的香槟。哈，开心吗？好，再把它关起来，再放回去。Wing boom boom away。自己想象好不好？这是聪明的人才看得见。这是布丁的气泡水，不是国王的心意，是布丁的气泡水。大家可以自己后置吗？或是自己想象好不好？用你们的想象力，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。Pulling magic， 好久没变魔术。也许我应该要那个正式隐退。魔术担当，没事。呵呵呵呵，他气泡水机没有在家啊，他没有放在家里，我待会叫他带回来，下次有机会再说。可是气泡水是不能做，就是他也不能加水以外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只能做。不知道气泡水机可以干嘛？不知道，做不同口味的气泡水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他不知道。哈，可是我的问答就还没有更新，要怎么玩？我要怎么做呢？怎么样才可以玩？我不要更新。要怎么样才可以玩？我没有更新，怎么玩？还是你们看得到题目吗？哦，你们要，哦，是你们要去玩问答哦。そうですね。那你们不会的可以，不是你们不会不能问我。我只是想要知道题目而已啦，其实我也想要知道题目是大概怎么样。如果你们待会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题目，可以跟我说。可惜我不能玩。他就说要更新至最新版本。好，那我就下次再玩吧。我就下次再玩。大家现在都要去玩吗？去吧你们。那个要玩很久吗？要玩多久啊？三十分钟。我现在想要把我的桌子搬过来，可是我的桌子它上面东西有点多。六分钟那么久，那大家都去玩问答，我要整理桌子。没啦，我只是想要把我的桌子搬过来，但是它上面充满了许多我的化妆品。我可以顺便整理一下桌子。我怕大家会想我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一秒。什么？可以，好。现在桌上还有一堆笔。等我一下，我好多笔哦。我很多这个长一样的笔耶，大家会喜欢那个吗？大家会喜欢就是笔都一样，你不觉得这样很疗愈吗？就是笔都是同样的那个样子。这是我的笔，可是我绿色的笔盖不见了，我就拿黑色的当笔盖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上次用那个外送叫圈圈良品，哈哈，超好笑的。
好了，我清空了。我上次用那个呢，我上次用那个呢，用外送叫圈圈良品。好了，我的桌子在这，大家看不到，笑死。来哟来哟，我没有把它调到最高，我最近都是这个高度，因为我发现如果太常调的话，它会松松的，而且它现在那个螺丝又松了，它旁边它现在会摇，因为它的螺丝松了，但是前几天才锁的，就是自己组装就是会有这个小困扰，就是它有的时候会。线上握手会，我们今天来线上握手会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刮痕吗？它本来就有，哎，超难过的。这刚好可以遮住我的裤子。丢完，你开一下头的特效，头的特效什么意思？头的特效不是啊，不是我刮，它一进来就这样了，好吧？把它搬起来，你看到，你看到，你看到了这里，哇哦！谢谢朱莉安的香槟哦，我解锁了新的脸部特效，耶耶！谢谢朱莉安。哦，今天是国际粉红节。啦，国际粉红节快乐！香槟，香槟，香槟！哎，我要开我的脸部特效了啦！哦，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适合我，自己讲。这根本就是为我而设计的粉红色的特效。还什么 ？Let's go pink， I like you。我不知道今天是国际粉红日，谁会知道今天是国际粉红日啊？好吗？我看看我有没有什么粉红色好看的衣服。可是我今天穿的衣服也很好看呀，对嘛 ？I like you。而且如果再穿粉色太粉了，这样会有点 too much。你看这里也有粉红色，这里。对啊，我充满粉红，我是粉红人，我是粉红加布丁狗人。真的，你们都答了什么题目？我自带粉红特效，自带粉红泡泡。还好哎、欸大家都答得很那个、喔、大家都答得很顺利，是不是？现在吉米做的玫瑰四八是中文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阿拉丁什么阿拉丁这什么阿拉丁什么谢谢水锤的告白气球，大家跟我讲嘛，你们那个什么，你们的那个什么，你们答的题目是什么？我鼻子出现，哦不，我鼻子受伤了，对，他受伤了。神灯会出现精灵，但是他叫阿拉丁神灯吗？神灯精灵啊，神灯精灵，哦，题目都一样啊、哦，每次的题目都一样吗？这个很像推那个什么餐车，感觉很好玩。来，您的餐点到咯，就是您的，来为您上菜。这个是您的神秘气泡水。
哈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大家的题目都一样。阿布丁神灯，我也想要阿布丁神灯。哦，每次都会换，但是大家都一样哦。了解。所以我如果去打还是一样哦。鸡的视力，我觉得在白天特别差。我答对吗？不会，摩擦确实不会是不偏不定，摩擦增波也有可能。我跟大家讲一个 bad news，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还没有喝到增波耶。牛肉饭是什么？啊，是哦，讨厌。我想说，嗯，感觉就是要有一个反逻辑，就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。好吧，二选一选输了，没关系。我跟大家讲，我最近买了一个，我没有，不是一个，我最近买了很多背景布，就是背景布，就是一个很好看的背景，然后很大个，然后我把它放在我那边的白墙。我不是说我那边白墙有没有壁贴吗？然后我就把我的壁贴都撕掉了，也还没有斗啊，就是大部分都撕掉了。我就弄了一个很好笑的背景布，可是是那种有图案的。可是因为它现在还皱皱的，就是因为它需要垂掉、垂挂一些时间，它好像才不会皱皱的。所以它就对，就是它现在还皱皱，还没办法拍照。它的图案是一个难形容的，它好像是一个游泳池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烫平，但我懒得烫平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但是我现在懒得移动。没有，我现在还没有烫平，因为我就是最近比较忙，最近还在期末灾难中。我今天有拍了几张照片，但是就是很好笑，就是它皱皱的，而且怎么讲，就是很难，应该是说要就是调一下，才能看起来比较不会太突兀吧？因为不知道，我还要再研究一下，我还在跟他培养感情，还是那个什么道具组上道具，给我其他的布。其他的布，我想看我其他没，其他还没开，而且要赶快摊开，不然它皱皱的，就是会有折痕。因为作业很多啊，太多了吧，超多哎、欸！来开箱我的布，而且它很大，它是什么130×150，好强哦！啊，你不要小心哦，掉在后面的，这个是。这样子大家看到吗？这样看起来挺不错的、啊、一个窗户的样子。好好笑哦。下一个吗？还有一个是我买比较浮夸一点的图案来，因为就是难得嘛，浮夸一点。因为我找不到那种，就是我找不到那种好看的，但是又很简单，就只有这种浮夸风的。可能是我有问题，找的有问题。这个好像是直的还是怎样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样过来，这样，对对对，这样子。你看它折痕超那个，需要等它，这样，你这是一个窗户，就是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窗户，然后对，就是一个窗户的概念，然后你就站在这里，你那就一个，很好笑吧？就是它可能看起来会微突兀，
可能要等他就是没有折痕的时候，他就不会那个了啦，他就不会那个。因为你知道待在家嘛，就是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啊。还有最后一个，我买了四块布。哦，露台不是窗户，对不起。最后一个是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一个对速成的完美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窗外的景色，就是你看这个窗外的海边，然后一个夕阳，就是晚霞，就窗户嘛，对。拜拜。这样看着怎么样？这可以变魔术吗？变魔术。对啊，就是没有买宇宙被，我都买这种，就是看起来是，就是我都买那个窗户的，就是可以延伸你的室内空间，有没有延伸感出来了？对，只是它其实蛮大的，还可以跳戏啊，可以啊，笑死，谁以留言这么好笑？啊，这个要挂在哪里啊？这里跳一下。这里适合吗？可以啊，我马上粘起来，马上用。这么有效率？等一下把它撕掉。好啊，你粘。确定。你就先拿个什么东西？胶带。大概固定一下，让大家有一个，让大家看看。真的吗？这个折痕比较那个，还是有。就它上面写说，它要垂掉一阵，垂挂一阵子才可以那个比较没有折痕。大家拜拜，大家 hello， 大家拜拜，大家 hello， 要粘吗？你就粘一点点就好了，就大概粘一下。喂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我没有，他没有写要多久，他随便。我有的是时间。这样 OK 吗？可是下面露馅了，哈哈。我给他敲个角度，没有关系。低一点。哦，低一点。可是你这个上面也是有那个。也是露馅的，镜头太长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等一下哈。哦 ，OK。可以。我调个角度好了，就是看起来比较真实一点。调近一点吗？还是？感觉吗？好像还好，没有到很有感觉。喂，还行。应该是要近一点。哎呦，多近？这样近。这感觉很像站在什么画前面，比较没有那种。啊，你们很有感觉吗？为什么我没有很感觉？哦，喷一点水哦。这个折痕好像比较少，比较没那么严重。这样有感觉吗？就在海边啊，喝个气泡水。桌子要观光景点卖票。就很有书桌的感觉哦，因为这个特效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就在外面吹着海风，没有啦。我要吹电风扇，可我电风扇离我这里超远，还是算了，我自己那个。哦，还要那个，来，我来给大家那个什么，要做就给他做的像一点。
来给大家听白噪音，十个小时。再近一点。再近一点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哦，太有点太强烈了，好，换一个。啊，这样这个有好一点。啊，真舒压，这个时候闭上眼睛就。应该还要给海鸟叫。叽叽叽！海鸟根本不是这样叫。来，大家跟我一起闭上你的眼睛，想象你正在。一个海浪旁边，海风轻轻的吹来，还感觉到一点咸咸的海味，海味。我很想笑哎、欸，那你说这个背景吗？我买的啊。然后在家里啊，就是需要营造一点浪漫的感觉，然后让你的生活是。有浪漫，你才会成为一个浪漫的人。静静听那个海浪拍打到岸上的声音，想象你现在非常的放松。哇！大家有放松到吗？这好像还不错哈，这个点子还不错。以后我们就可以浪漫一个月。好，我们近期就先用这个吧。这个就可以拍照了。这个好像比我一开始挂的那个更好拍照，因为我一开始挂的那个有点就是不知道怎么讲，那感觉就在一个海边这样子。你应该点一条歌，听海哭的声音。黄仲坤有一。一个很老的歌，叫《无人的海边》，是不是？有人听过他的歌吗？我没听过啦。这个是不是要坐下？需要坐下，不然我太高了。再低一点了，再低一点好像就要那个了。我放。你放啊！我的笑声，做的好像效果也不错就比较近。他歌词就很适合。哇，夜旅告诉我浪漫，超极速浪漫旅。跑车是跑车吗？我真的没听过这首歌。有人跟那个刀俎同一个年代的吗？你看歌词就很像啊。放松时间，寂静的沙滩延绵，海浪拍打着海面，问你是否怀念去年夏天。有没有听过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他们一定故意说没有啦。这首叫做《无人的海边》，我不真的不懂道具组的那个年代，就是没有听过的歌。这样桌子这样遮住刚好，有吧？这样有了吼，我们就这样吧。就是要把，如果把特效取消，会不会看起来就没有梦幻的感觉？你看吧，我们还是播海浪声。你的那个被淘汰了。我假装没听过的。
这感觉好像快要到公海了。快要到公海了，我们今天铺梗那么久，你就是要爆雷。我们现在坐着那个船，缓慢的前行，可以看到四周被海绕，被海环绕，感受到无比的自在，空气很清新，心情也很宁静。这时，船一不小心就开到了公海，于是道具主就问说：“哎，船到公海了，是不是来做一个例行的活动？”任何人只要有300万美金，都可以参加慈善扑克大会。我不懂这梗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年代的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哎，那个扑克牌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个客厅的桌子上，桌子的靠近电视那一端。我跟大家讲，其实我今天本来就有在想说，我要不要玩10点半，因为我发现我很久没有跟大家玩10点半，然后我想说，哦，今天感觉蛮适合玩10点半，但是。这个不是铺好梗，这是意外，就是刚刚突然道具组冒出一句公海，我就哎，好久没看奥扑克牌，没有风，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玩那个？10点半，我们今天重资打造我们这个布景，就是为了这个10点半的回归，我们非常的精心布置我们的背景，就是要让大家感觉到船到公海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玩我们的久违的10点半，我都忘记怎么玩了啦，太久没玩，我们超久没玩了。你知道我们上次玩什么时候吗？为什么会这么久没玩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今天出外景，对啊，那个什么，我们哦，我最近不会讲话，我们那叫什么啊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资金成本就是那个不惜重资啊，不是，就是我们的那个，哇，谢谢旅客送的铁达尼号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那我们现在很像算什么塔罗牌的，哎，我要讲什么啦？谢谢旅客帮我们开船哦。我刚才想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窗户的边框啊。好，大船来了，来咯。我要讲什么啊？那个词到底是什么？就是经费，我们经费爆棚了啦。好，这不是重点。你干嘛？笑什么？为什么经费爆棚？就是打造这个海景第一排。Oh.不惜重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经费爆掉了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来进行我们久违的海浪杯。海浪杯，我们改叫海浪杯了，还是什么海浪特别版、海边特别版，还是什么？给它取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。慈善布丁杯、慈善扑克牌大赛之，海景特别版，就这样子如何？可以。我们要改名字了。这个叫什么？我刚才讲什么？布丁杯，慈善在哪？善，扑克牌。大
在之海景特别版。OK， 玩完，我的布景被拆了，我们的布景被拆了，谁拆了我的布景？不祥之兆。今天会输很惨，一定是那个在那个手机前面的观众会输很惨。来，我帮你拿，你去贴，不会照到你啊。好，我的布景又回来了，真是有效率。怎么很适合钢铁啊？你好。没有，比赛没有取消啦，我们比赛照常进行，发生传染，直接那个什么海浪被切一半。我要先喝个水，我有点渴。胜利水水，胜利水水。而且我们很久没有那个了，哎，你刚好可以坐在我对面。这桌子很难放。对啊，你不觉得这桌子买的真好吗？哎，他那个旁边的螺丝又松掉了啦，你看这里。好了，你现在处理。你上次才锁，他怎么又松掉了？他怎么那么容易松掉？好的，我们来开始吧。好突然哦，因为我们少了我们那首歌。哪一首？烧金。对，我好久没有播烧金，忘记怎么唱。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来哦，大家可以先开始留言了。不要，我跟你讲，这桌子很容易造成那个 deer 下面比不是，你要拿那个空白的，对。不会换桌子啊，用桌子那个。等下我找一下我那个。就是这个桌子超容易打翻东西，因为它会动。如果我没有把它卡住的话，我很容易一不小心推到，然后我就可能又要有杯子碎掉。小金的的威，你的的威，小金的的威，你的的。哦，看到了。哇，好久没听到。哦，一顶 iPad 温开水。大家可以开始留言了，要的留言加一。耶耶耶耶，方便有效。怎样？这个很有振奋人心的感觉，明明就很炒热那个气氛，带动气氛。经典。对啊，经典，经典中的经典。好喽，大家组选一个吉利的数字。六号。好，六号。再给大家三秒钟。今天的我们第一位。久违的勇士，真的假的啦？什么？所以你让他们听吗？你让他们听这首歌还是听我直播？好，我们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第一位不是是勇士，来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是谁呢？是茄子哦，好久没看到茄子，两个都是，好久没看到茄子。我的梳子在这。茄子，你出来吧，茄子，一决胜负吧，茄子。然后我算错吗？你是从上面算还是下面？下面算啊。下面。不是一直来都从下面吗？下面往上就对了。对啊，不是吗？
它是从上面往下，下面往上。那个、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对啊，来吧，大家，茄子出来，哎，怎么玩？帮大家复习一下哈。一人一张。就一人抽一张，然后就是看最大的点是不是十点半，然后超过十点半就爆掉，然后 JQK 是半点。好。公平公正公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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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茄子一张，来道具拿着，布丁一张，看牌。哇！你哇怎么哇袜子？哦，因为我今天拿这个牌。哇！怎么样？加吗？加吗？这还有桌子感觉？哎，不是啊，之前还有桌子啊，只是桌子不一样而已。什么意思？这样还输就没天理了，真的吗？所以你要加吗？什么啦？讲什么？不加、哦、不加，所以然后来我要你打开了，那也十点哦。我还以为你也十点九点了，跟我比什么比呀、啊、什么意思嘛，十点再出来说嘴好不好？这样人家会以为你作弊。没有，第一局就直接 out 哦。好的开始就成功了一半，掌声！可是我按我三 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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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算飘，我真的没有作弊，我作弊干嘛？我可以作证。对啊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因为、欸、我也觉得很扯。你们刚看我刚刚一看到我就笑，太夸张了。我刚刚还想说茄子是不是也是屎哦？那是平手好了，结果嗯嗯。哦，九点真的不要太惊讶，大家就是九点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牌，对他好还只是第二名，可以推的推茄子不是啊，让茄子去喂鱼，茄子和鱼不想吃茄子，鱼会喜欢吃茄子吗？如果我是鱼，我绝对不会吃茄子，因为我好讨厌吃茄子。来吧，这位出来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来，第一局就给他画一个大大的赢，第一局就写一个大大的获胜。我没有嫌弃茄子，我就真的讨厌吃茄子。你们可以去自己洽谈茄子。来吧，下一位勇士，我准备好面对了。我已经升级了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我，我现在是布丁 2.0 2.0 版本哦，那个比较厉害的哦。好，现在倒个牌 Joker， 为什么留会有 Joker？ 里面哦，你那边有一张哦，我总共有两张，嗯，太大了，十点哦，哎呦，咦，强化在哪里？第一局就获胜，一哦一，好来喽，三二一，你要说谁过五关？我一定过五关。一是谁啊？Ben， Ben， 准备好了吗 ？Ben， 哎呦太亮了。Bam， 来 ，Bam 一张，固定一张，看牌。少君，怎么样 ？Bam 还行吗？还行吗？如何啊？来来，
现在这样，一，哦，七，不错嘛， Lucky Seven， 不错嘛，七点加不加？七点加，加不加？布丁加，加布丁，加不加？哎，小千，好久不见！你没有听过这个吗？这个是那个呢，经典 BGM。要加吗？他说加，有骨气，我就欣赏你这个骨气。三。哦。七点半，七点半，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加一张，良心建议。不要加布丁。啊呜！烧鸡，过五关了，过五关了，拼拼拼拼！来，小圈没有参加过，好像是哦，加加，就欣赏你这个态度，拜拜！谢谢光临，来猜一下，来倒一组猜一下布丁几点？六点。烧鸡。一点一点。我们原本一样。一点也赢，你第一次参加，公海已经到了，在这里看到没？我们今天还特别准备布景。拜拜 Ben， 下次再度光临。不是，我刚刚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，谢谢 Ben 的红包。我刚刚看到一的时候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，就是我不是刻意的，就是我就是真的纯粹想笑。我就一，真的啦，我就是看到一觉得有点好笑。那就、怎么讲嘞？OK， 我们又打败了第二位，来登记下来的一组辉煌的战绩要记录下来。可以跳海，背景很干净，好不好？刚刚才挂的，你们都有见证。好，来吧，我再喝一口，设立小水水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拿一会赢啊？我喝完了、赞哦！还有没有续杯？你还有？你买几瓶？买一送一啊！笑死！当日组的标准办事标准，买一送一就可以买爆啊！没有，作者没有炸。好了，来吧，下一局。好，小千，你先跟茄子请教一下，或者你观摩个几场你就会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东西简单的要命。哦、对哦，可是如果他一开始，如果他可能假如说他如果到七没有加的话，哦、对，也是我赢，都是我赢啦！来吧来吧，下一位即将被我打败的人，我等你。好，不要太有自信，我们做人还是要谦虚一点啦，就是来，我们来看现在的数字呢是多少？四，四，我没有膨胀，我不要膨胀，我不膨胀，我不要做一个膨胀的人，我要收一点。好，来吧，三，一，四，就是升级2.0版本。冰卷之前常播啦，之前那个之前在这个活动就会播这首战歌，是谁啊？我看一下，一啊，9234，哇，是蛋叔，好久没有叫蛋叔的名字，哎，蛋叔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蛋叔，来吧，跟我一较高下吧。对，今天出外景。就算在家也要看起来在外面一样，伪出门。来吧，蛋叔，拿出你蛋叔的威力，叔叔的威力。方便有效。好了。好。方便有效，方便有效。
加一张来，四点加，棒！恭喜恭喜恭喜蛋叔，蛋还是输了，简称蛋叔。来，你们猜我几点？有趣的东西，猜我几点？四点。不不，猜我几点？半点也赢耶！哎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膨胀，真的没有膨胀，没有人猜对，哈哈，真的没有膨胀，我就是有点小开心而已。幸好没有到期末考，就不会把期末考用运气用掉的问题。刀一组转笔转到掉，他紧张了。刀一组，我们最后有一场 PK 赛哦，临时加码。没有话连先讲，我不想话连。我先准备300万美金。不要，不收不收。没有，很干净，干干净净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没有话，我等下应该还有事情要处理。没有，干净的不得了，方便有效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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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手光环拿出来啊！新手光环。哎，怎么又是屎？哎呦，又是同一张屎的样子。一。一，准备啦！三、二、一，哎呦，没按到！啊，没事，幸好那个镜头就是对着那个脚架，我就没有，对耶。没有露出你的海景套房。对，我的那个什么快没电了，手机快没电。我的充电线太短了，哎，那个这到后面对啊，拿到这里哦，那边有一个插头，哪里？桌上，哈哈哈哈哈，不是啦，有一个白色的插头，只是我现在也没看到它在哪。哦，在这，这样也很短啊。不会啊，哦，你拿蓝色的那条长的、啊，那个比较长。不是，好，来我这边充个电。弄到，对不起哈。好，那你先插。哎、欸，不行吧，太短了。对呀、啊。好，那你拿延长线，可是延长线很有点远。不是很乱，就是有点丑，跟那个海景套房不太搭。好，第一个把它拔掉。没关系，要丢。哎呦，好了，有了吗？道具组来吧，你的布景。布景又掉一次了，代表我的哦，我刚压到，代表我的运势又来了。好了，我要那个什么，我刚刚要打一，对，我刚刚打一，好，打一，一是谁？一，呀，哎啦，超远，滑超久，哎啦，哎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不是，是哎啦。我漏看了吗？还是大家跟我看到的不一样？看一下，我这边是艾拉啦。哦，好，来吧。是艾拉。滑到了，你看这样，好这样。艾拉一张，我一张，噔噔。好，五号，五号，五号，
每个人看到的排序好像不太一样，我会以我这边看到的为准。姐啊，姐姐，哦，两点，哦，两点半，冲了冲了。不要再猜我几点啊！我在玩十点半，在家。哎呦！哦，只有60%机会啊！再来。应该都小牌连在一起，这样子的三点半，对，三点半七以下都赢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呦，他如果过五关我就输了。对啊，好难过、哦。来吧，你拿着这个，你拿着这个牌，来一个，你拿着这个牌，我要来咪牌了。来哦，我没有，先说没有遮住。把咪排一下，来。那你要搓牌。七以上，七以上，给他七七七七七。哈哈哈。好好好，赢、哦，好，好棒，好棒，八点半过关，好棒，拍拍手，好棒，给艾拉拍拍手，好棒。好，好，我们下一关。没有啦，大家猜一下我几点。我自己不行吧，好像是只要他们你们过五关我就，哎、欸，就我看我直播画面长这样，他看起来远看蛮拟真的、欸，你除了那个折痕，39没有，哇，鳄鱼中了什么大奖？谢谢鳄鱼的掌声鼓励，八不是，没有，平手庄家赢不是。所以我可以过五关吗？我不行。没有了。对啊，我们之前的规则都是只要有人过五关，我们就，那我们应该改规则，就是如果对方过五关，我还可以尝试过五关。来，过五关换我的脸。听到没？听到没？他说过五关。我真的觉得我会过五关，来半点。来，你自己抽好了，来，你抽。啊，八点半。对啊，不可能啦、啊。连续三张半点。连上三张半点。刚好十点。没有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十点半。十被抽出来。现在到底主播把可怕的十抽出来哦。看吧。那这样，如果下一局人抽半点，然后再抽八点，然后我就抽十点，我就赢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错了，没事，错没说。想太多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恭喜恭喜，我们给他一个 big hand big hand。没有，我今天就不换脸呗。我哪有想偷换牌？我哪有偷换牌？我没有，我再想赢了，对不起，我那个。被利益给蒙蔽了双眼。好，下一位。小赌怡情。我没有那个，我根本没有很投入，我根本只是在放松，就是。不要加这个。原来是那个什么乾坤大挪移。我拿着黑心砖，由此可证，我们没有作弊，我们一切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不要想着要想不能输。好了，我受到您的教育了，谢谢您。来，哎，怎么又是一？没差就一呀。来吧，一，一呀一。我想喝水，我的水嘞。三。一，还是给你续杯好了。啊，我想喝水。哦，这有杯子、啊。
对。这个水是今天的吗？对啊，我今天刚刚喝的。放这里好了，不然等一下弄。我把气泡水喝完了。朱里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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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恋。来吧。你出来了吗？什么隐形眼镜是什么？那个赌神的梗。哦。你应该早一天去把整部看完。我不要。朱莉啊，你脏。OK。我真的没看过赌神，抱歉。来吧，赌神好好啦，我有空来看。我最近真的是忙碌至极。好，三，好奇，怎么样 ？Seven 要补吗？我觉得你补了感觉会爆，直觉啊，直觉。你要补吗？对，就是一个好好问题。等下摇一摇，然后就变成那个。不补了。摇一摇就变牌，没有啦。这是赌神的梗啊！猜我多少？搓牌才是赌神。猜我多少？八点。时间猜了，我九点啦，现在8:55啊，等下就九点了，不好笑。现在朱莉安的运气好，运气好啦，真的是运气好，运气好啦，真的没什么，大家运气也可以很好的。来吧，我们来下一位，留言加一抽红包，谢谢朱莉安的红包，谢谢红包，哎，最佳运气最佳郑佳玉，我最近哈34个，我最近很常讲郑佳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最近都会自称郑佳玉。就是郑佳玉最近就是这样这样的，郑佳玉就是这样的，郑佳玉谁是郑佳玉？就是这样叫自己就感觉很陌生。你郑佳玉哦，谁是谁啊？佳玉，可以连在里面，佳玉，没事，佳一啊。大家赶快加一吧！一怎么又是一？对，怎么今天都一 ？Lucky one， 来吧，三、二、一，跳出这么多，小千，我们新手光环小千，那应该有新手运，不一定，新手很常没有新手光，来吧。来吧，小千，你准备好了，你要专注，你要认真哦，注意看好你的牌哦。来，我先看，好，你同时看。太啊，怎样啦 ？OK 的。首战即首败，你干嘛这样子诅咒人家？新手段，我跟。
也要加，是吗？不愧是新手，新手就是有这个冲劲。我欣赏你。因为小点数还蛮多的。你看你，判断错误。啊，哇哇！来吧，大家猜我多少点？我忘记我多少点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拜拜，小千，你输了，你没有小千，没有新手，没有出千，你没有出的，你没有新手光环。嗷嗷嗷嗷嗷嗷！因为小点数还蛮多的，被碾过去。大家猜我几点？大家猜我几点？呜，六点。哦，按到了，这个就是六点。道具组很厉害呢，道具组偷砍，道具组左排，道具组左臂，我六点啦，萨库拉，六点 ，OK， 我六点，你猜对了，超强。六六六，来吧，我们赶快下一位，下面一位，继续送幸福。现在看一下，太大了，三，三。三三三三，因为好像还有蛮多人没玩到，我们就把进度加快一点。还是大家下次也想玩？三哦，三二一三，一二三，柠檬柠檬，雷梦雷梦。我哪有？柠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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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柠檬。你突然一直安静，睡着了。柠檬，柠檬，变成新鲜柠檬。哎，柠檬嘞？哦，你这吓死人了！好滑，拿不起来。好滑，对不起，没看到。啊、好滑，好滑。好滑了。对啊，心理战，我们都打心理战的，加四点。变牌了，没有啦。八点，变牌了，变牌了，没有变牌。八点加不加？够了。我几点啊？哦，猜我几点？你猜。七点。没那么大小的。三点。两点。还有多少？八点了。我要六点以上，喂，半点，哎呦，哎呦，这60%的机会，我也可以过五关啦，再来，哎呦，七点半。三七点半，他是八点了，拼了啊！好，四，哇大，耶、yeah! ！我过五关了，啊、哎呦掉了，运势要变了，压到，好，对不起，运势要变了，那个什么，要变成我的局了，要变我的场子了，耶、yeah! ！又翻船了。
躺着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不要太后退，我一直压到那个，我一直把它扯下来。往前一点点。哦，有压到就可以。对啊，幸好我现在没有考试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好，我前进一点。哎、欸、咻，啊，这样子就不会压到了。OK。谢谢柠檬，谢谢谢谢 Lemon， 你很棒，但是不够努力。没有啊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有那个什么评语，你很好，但是不够努力，是那种你很聪明，但是欠用功。哦、对, 对, 对对对，那种类似那种的。可是我有听之前我们国文老师说他要出申论题，但是他最近也没有讲，因为我们最近都在忙，就是要做一点学习历程。其他科好像都是算平均，可能真的觉得就是因为期末报告太多，他就不想要再加重我们的压力了。没有啦，脑力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确定怎么样。谢谢柠檬的掌声鼓励，因为老师好像也还没讲，我们原本应该是30号要考试，就是随便啦。下面一位，谢谢吕问毛起来狗，这个胜率，我现在胜率多少？啊，你刚都没记哦。有啊，7胜1败啊。哦，6胜1败。总共玩7把，6胜1败，现在是几把？不想算。16%左右，赢的有奖励吗？我们这赢的都会有犯傻、欸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赢的那么少，哈哈，赢的会有犯傻，不是这个啊哈哈的犯傻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倒牌，来啊，反正赢的不多，就给他犯傻，嘿嘿嘿，恭喜艾伦，好了3。1，我没按到，我是怎样？那个已经成为禁忌了好吗？禁忌话题。小易，小易，小易，小易。专业打分，快来全民 party！ 来吧，小易。在，很好。1、2、3，哈！不要激动。好了。怎么样啊？你的牌还好吗？加好啊，来加。哦，半点。八点半就不用加啦、啊，就是八点半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已经很大的牌了。那你也可以加加看，如果你觉得你加，我欣赏你，不错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再加要不要？再加一点，还可以加两次，还可以加两次，90点半。来，再加一点，挺好。9点是不是？9点是不是？9点半了。哦，9点没有9点啊？哦，九点半。我以为这个是那个，没事啊。9点半是不是？9点半也是不会赢的啦，耶！这太夸张了。好厉害，我就没有作弊哦。不是，我刚把这个看成就是什么 JQK， 因为都是英文字母，我就没有认真看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太专注于我的屎了。没有这个完好的牌，只是一张非常普通的牌。
我如果这么会骗人，我就不用坐在这里了，直接去澳门了，直接当赌神，我还坐在这干嘛？没有啦，应该没了吧？四张还没，好像四张，应该还有一张吧？不知道，说不定下一个抽到的就是你。下一位，我没有要去，我没有这么厉害，谢谢大家。来吧，下面一位，怎样？你在想什么？我想到你明年去澳门就可以进去了。哦，因为我明年成年是不是？所以要等明年四月以后啊。对啊，明年就可以去澳门了。拍拍手，跟大家讲，我小时候就是去过两次。对，我去过两次，然后一次好像是几岁啊？三岁，两三岁。啊。然后就被丢在房间里，然后就有两个人就是消失不见，就是去了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被丢在房间里，然后我是怎样大哭，是不是？我大哭，然后是这样被防务人员听见，他来解救我之类的故事。谢谢 Ben 的真情告白。好，来吧，加一加一，大家加一了吗？然后我再去一次是小国中国一，应该是。国一吧，我记得是国中，差不多国一的时候再去一次，然后我对那边的印象就好，就是很香，那个香味很重，然后我，好像是小学，小六，因为我记得我还在那边买软糖，说要送给我同学，然后那个同学的名单是国小的朋友，还是我记错了？因为我们是去那一家新的啊。那家叫什么？应该是好，反正就那个时候，小六国一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一个人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人，就是那时候比较大，不会哭的，就是被丢在咖啡厅，就是觉得没有，我就是注定要被丢掉，我明天就没有啦，明天就可以一起就不用被丢掉了，太棒了！我没有搭什么澳门塔，没有，没钱。没有啊，笑死！没有啊，防护人没有跟我赌啊，是怎样？讲一下故事，还是你忘记了？你说那个小时候？对啊，是怎样？没有房屋，你一直哭啊，然后旁边的房客就去，就是投诉，对，就去投诉。哎，隔壁的小孩子吵哭怎样啦？然后房屋人就是怎样进来嘛？对啊，就进来。他敲门吗？还是怎样？他们有钥匙啊。他怎么直接开了？他应该是敲很久吧，反正你也很小，然后就直接打开了。对啊，然后嘞，他就不没有，因为我们后来进来回房间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在看电看卡通？”哦，在睡觉。哦，所以我原本是在睡觉。对啊，原本啊，对，原本在睡觉。嗯。然后后来就起来，没有人，他就边哭。嗯，然后房务人就进来帮我开卡通这样子。对啊。然后我就在里面看卡通。好可怜，差点被澳门警察抓走，差一点哦，没有，我没有去那个，下次有机会再去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好像说你讲错是这样。三号解释啊，解释，那是马来西亚，那是马来西亚，哦，所以是在马来西亚哭，所以澳门没有哭，哦、马来西亚哭对，那澳门在哪里？你陪我。哦，对了，澳门第一次是妈陪你，然后我跟另外那个叔叔去里面。哦，所以结果在哭。哦、你们在外面拍照。哦，所以哭的其实是在马来西亚。是马来西亚，云顶高原。那不是为什么在马来西亚你们会丢我一个人？啊、就一样，去吃早餐啊。啊，就晚上大概十点多，以前小时候不是十点多睡觉？我不知道哎。对啊，就十点多睡觉，然后妈就出去逛一逛。好过分，好过分！怎么可以把小孩丢在房间自己跑出去？有够过分！好了好了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大家现在在刘嘉怡，我已经懒得往前翻了，可能就是突然醒来吧，惊醒，怎么没有人？
没有来。我想说好像就去很多国家，但我都不记得，因为都很小了。为什么会就你们就不要带小朋友，就是小时候就出去，因为他不会记得。没有，你因为你小时候不带你出去，没有人带啊。给韩国人吗？啊，小时候出国比较便宜、啊。你看，长大就不带我出国，因为太贵了。没有啦，有啊，还是有出国，但是最近疫情就很久没出国了。那上一次出国是什么？去韩国？哎，还是日本？是先去韩国还是先去日本？日本啊，最近是去日本、啊、最后一次日本、啊。哦，你看，我没有压到，我没有压到啦。对啊。反了，它是这样下的。好像是日本、韩国，忘记了。好，我要那个，快没牌了，又是二，二。怎样要翻越了？你这个年老一点呗。好。三、二、一。我按下自爆按钮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小千，但是小千玩过，我真的是会往后还往前啊？忘记了。最往后啊。再往上一个是吗？对，再往上。啄喵。啄喵。综合喵喵。啄喵喵。我要按下引爆按钮是吗？啄喵喵，啄喵喵。啄喵喵，啄喵喵。在没？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人伸出来猫的手手。好了，你在。你双手让我，你明明只有出一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综合喵喵。好了。综喵。综喵喵喵喵，你要加喵喵，你要加喵。加喵。加到爆了。加。呼，半点，半点加。哦，十点半耶，直接过关。哦，对啊，这样子我直接还是哦，我会过五关，你可以过五关。对嘛？你在那边想要害我？作弊！作弊！作弊！赌船的规则是你定的。哦，所以我现在说十点半是最输，十点才是最赢，直接改变规则，拜拜，没有啦。来嘛，我们来挑战过五关。来，你帮我拿这个牌，反正我也是半点嘛。来啊，五点半，多一点。我都忘记，我也有可能超十点半了。哎，十一点半赢了，耶！对啦，就是剩下的那张十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赢了，十一点半，十一点半。好，我们恭喜，恭喜啄喵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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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没关系啊，我们只要懂得礼让啊。谢谢中文喵喵眼睛当中，谢谢旅馆的毛起来猫。人要懂得礼让，好不好？谦虚，好不好？我是一个谦虚的孩子。我是一个好孩子，我有礼貌，我知道我不能任性，我要遵守规则。刚刚都是因为又翻船，又把运气翻过来了，很可怕，这个太准了，太准了。Okay. 来吧，我们直接下一位，赶快把这个不好的运势去掉。我消肿了，太棒了，真的消肿了。我也想喝水。哦，我水还没喝完。好，战绩报告，战绩报告。目前九胜，比九场，七胜二败，
七胜二败。好的，好的。不会算好。迟了再算嘛。有够懒。三。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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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二一三，是谁呢？一二三，泡芙大叔，泡芙大叔，泡芙大叔。我发现我有点那个，开始有点沙哑，微微而已。开始了。对啊，很棒吧？来，换没牌了。OK 的。什么 OK？ 谁 OK？ 我 OK。他 OK 啊。他怎样？还不错啊。那我怎么样呢？你又不会十点。你干嘛这样子呛我？不加了。完了，完了你是要换了？刚刚不是我的场子，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胶带？胶带不够黏。他不加了。他不加了啦。啊！九点哦，运势逆转，运势逆转，看我的厉害！哦哟，差一点了，六点就拿了八点。我等大日主把我的运势弄回去，我再抽下一个。大日主，快点帮我转运。这个我很忙。我现在八点，我现在八点，我现在八点，你要，我现在八点，你要帮我弄回来。我等他帮我弄回来，我再继续抽。我八点啦。爸比，我怎么只有八点？没有啦，好了，我直接抽了啦。好，认输。多一点了。嗯，没有多两点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泡芙大叔，目前的。好，刚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把小千。打了怎么？他打炸毒，看成炸鸡，害我突然想吃起圈鸡。虽然我真的觉得、泡芙大叔是几点？多少？九点。九点、啊、我现在那个啦，胜率70%。所以没有九点就没办法赢你。嗯？要九点以上才有机会赢。对啊，后过五关。还有十点半哈、啊，好，再玩一局再洗牌。我没有饿，我只是突然想到那家店，但是我还在减肥，哈哈。等我哪天喝得到真波爷的时候再说。下起没有很好，就是他是。我真的觉得他是吃一种欢乐气氛，就是每次就觉得哦要吃起就很开心这样，就是我真的觉得他还好，就还好，还是因为他辣味太辣，让我辣到很难过，我就对他不好印象。我最近比较想吃海，海海海什么？海圈圈，海就那个啊，我前几天在找那个。最后一个字什么？就是这样。哦，在这里这样子。捞月的。对对，坐子前那家。我最近比较想吃海，他最近就有推出那种什么外带餐，但是又觉得算了。还是先有机会喝到真杯再说，还挺细。哎，我叫你们留言了吗？大家留言加一吧。鳗鱼罐头，我比较喜欢吃鳗鱼罐头，就是因为三号很爱吃，我就跟着爱吃。家里平常只会出现鳗鱼罐头，
对啊对啊，我最近最开心的就是各大什么店都出那个什么优惠的套餐，就觉得哦好棒哦。我今天吃的是某家日式冻饭，然后他是买一个什么海陆餐，然后就送一个普通的牛冻之类的，然后什么天使红虾买一送一，这是今天的晚餐。但是我饭都不会吃完，我最近吃东西都不会吃把饭吃完。对，聊到吃，我就会开始滔滔不绝，停不下来了。来吧，不是我，就是这个人一直在聊吃，这个人只能聊吃的、欸。三，没有，但是我那个什么，哦，我有看过有 YouTuber 就是吃那家的那个，但是我最近想，好像还是该减肥。没有，我们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最近常饭呢就会留下来，然后隔天再吃，分两餐啦，就是省钱。哦，哈，三，我还没留言，三，我留了吗？哦，我还没留。急什么急？一，然后旅馆啦，旅馆。对啊，我最近都会把饭留到隔天吃，就是一餐变两餐吃。旅馆，好了，你准备好了？我刚刚是说好了，这局结束就洗牌。我在打嗝哎。好。哈哈，感觉你的牌就很普通哦。我还打嗝，喝太多气泡水了。你就喝水，把它喝完。不加，我才七。你这么准哦，厉害哎、欸！这没作弊，不是就感觉是不加梗，直觉是七，就弱弱的。对啊，然后你又就是因为你刚刚没有说他很强，然后他又说他不加，那感觉就是中间五半七点半。停止呼吸，耶！好不好？这是凭实力赢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洗牌洗牌。哎，我看后面是几点？后面都是三跟七耶。旅馆送了什么东西？丢便便。谢谢旅馆，你人真好，你人好好哦。我洗个牌，哎呦，洗出一张十。对啊，大牌都那个十点都出完了，该洗牌了。哦，旅馆刚冲会赢吗？好像会，会吗？抽什么忘记了。半点，然后再五点，所以他原本多少？七点。对啊。七点，然后不想算了，懒得动脑了。大队主，你要帮我洗牌。没，你这样洗就好了。好啦，他在忙。硬要吵他。留言，下一位，加一加一，快点哦！最后三个名额。最后三个名额，最后三个名额，好，洗完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下次还可以再玩。有人想要下次继续玩吗？三、二、一。阿米，阿米，阿米啊！
哔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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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哇哔哇哔哇哇哇呜哇呜哇哇。没事。讨厌。好的，阿碧。你为什么放个书在这里？快，我这边都书。不是啊，刚好而已，我一直在梳刘海，你没看到？救命一下！端午节过了好吗？啊，哇哦，大鱼组怎么没哇？哇！不补了。哇，他牌很哇吗？哇，我多少四爆了。这点是谁？八点，我八点啊，平手。好了，没有，我还有时间，还有刚刚的四点。恭喜阿米！恭喜啊！承让了，来，还有两个名额，快点，我们这样把它速战速决，不要让我这个战机再变差了。胜率下降中，等下又会再次升起。来吧，下一位，还有两位最后的名额。大家下次还会想再玩吗？如果大家下次想再玩的话，就是我们一样，就是今天会一开始可能先跟大家闲聊一下，毕竟大家一个礼拜没看我，一定很多话想跟我说。没有啦，就是大家前面是跟还是对，好，就是前面。先聊个天，然后再跟大家玩。哦，我要倒牌。绿。可以。三。三，好了，三，二，一，三，哎，又是小千，小千上去是乌鱼，哎呦，太亮了，乌鱼。喂，在没？在，好的。乌鱼，我觉得我自己会输哎。猜。我刚刚一直忘记叫大家猜我几点了，哈哈。我忘记这个新增加的环节了。加吗？你要加吗？你要加牌吗？七点停了吧？我刚几点？哦，加，你再加。真的，真的过五关，直接硬加，加吧加。哦，七点半，再加，七点半，再加。哦，加。哦。
有机会，因为刚小牌不是都连在一起？没有，我刚有洗牌。八点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，再加一张，过关。要吗？你要加吗？十点刚好。可是他这样是过五关哦。对啊。然后是我们刚刚有一个新的规则嘛，就是我也可以尝试过五关嘛。我几点？可以，可以。嗯。哎，这样多少？爆了没？哈，我十点半还差一场。那你输了。我赢了。我十点半。偷看下一张是什么？哦，也不会过，好，这个也放弃。我十点半。不是赢了吗？这个游戏不就十点半是赢了吗？我不是赢了吗？没有赢吗？嗯，真的没有吗？嗯，真的没有。嗯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嗯，好啦，好，恭喜乌鱼，恭喜乌鱼。我刚刚说我这局会输吧？我真的一直觉得很准。我觉得我下一局会输。好啦，来下一位，最后一位了，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，今日的最后一位。好的，还有倒一组，怎么样？忘记了是吗？现在倒个牌，五，还有很多人吗？还有，我还要喝水。我刚喝完了吗？喝，还有一点点，把它喝完了。哎呦，又没按到了。好了，有了。五是谁？一二三四，卡丘，干嘛、啊？卡丘，游戏力卡丘。来，倒一组。哎呦，很倒。手太短。可以，谁可以？我可以，这把我可以。你没啥信心，我也没啥信心啊。冲了，什么多少？冲了。冲！尴尬。够了。好，我们这里直接平手嘛。不行，你觉得我冲吗？我觉得我冲。好，我冲。那下一把。你是要冲？好，我们就平手啊！重来一把。对，我们就平手。重来一把。没有，我没有要重来一把。我不输了，输了就输了呗。九了嘛，就输了呗。好，第十四把。我就说，我刚刚就说我会输。可是如果再重来一次，假如他九，那我会赢吗？二，然后两点半。你会过五关。然后三点半。九点半。哦，好哎，谢谢卡丘送的告白气球。我们现在对我们最后一局吧，然后再进行饭扫环节，然后再结束。只洗个牌啊！最后一局是我吗？不然是谁？来。
我可以倒牌吗？倒啊！啊，不用倒牌干嘛？我先伸展一下。好，直接发。来，坐好。倒去主一张，我一张，看牌。你可以给大家看，你可以给大家看，你刚给大家看。有啊有啊有啊。有没有？不是闪一下而已。啊，闪一下看不清楚是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刚没看到。来啊，这当然要补啦、啊。你要补？对啊。你多少？二。来，自己抽。他自己抽。嘿。抽。两点半，我过五关了啦。啊，抽抽。九点半。好了。嘿嘿，我又赢了。好烦呐、啊！我多少啊？你是六补九，八九补六，八九补六，九补六，对，九也会补六。谢谢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任何的惩罚。好，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。嗯，好，结果公布。一二三四五六。有七，八胜七败，那也不错啦，胜率还是过半的，因为你最后一把遇到我，应该不要算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来啊，那个赢的是谁？念出来，大声朗读他的名字。艾拉。艾拉。钟喵。钟喵。泡芙大叔。阿米，阿米，乌鱼，乌鱼，卡丘，卡丘，一号，没有一号，初恋。来，大家可以指定你们犯傻。除了竞技话题之外，就可以，都可以，就是，也不要太复杂啦。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，就不要太难。我只是大声一点。来大声朗诵，我们要大声把他的名字喊出来，他是我们值得敬佩的对象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快沙哑了。对啊，很久没有，大家想要什么？走喵。好的，谢谢总喵。夏蜜蜜，你要去哪里？因为是手机没电。哦，我是，好好，我帮你配海边的 BGM 好不好？哪有，我那个是很可爱的那个哎、欸，那个叫什么？把眼睛弄成弯月形状，这很可爱。哎，那叫什么？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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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有点沙哑。海浪，我跟你比了很多个 pose 哎、欸，好的，食指、中指，好、啊、这样哦、喔。对了。我以为是什么食指跟中指都要比爱心，然后在哪？这样啦。还附赠你个 wink， 人真好。新型病毒口白，
好，我这个嘛，宠粉是偶像，有求必应，好不好？人真好。怎么强一点？哦，好，我下次强一点，真的抱歉。那个还有，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大家都有了吗？我忘记了。哈，你要凶一点的，你要怎么样的口气？哈，还给你挑人真好，还你要怎么样不屑？哼，哎，我真的，你想要什么样的语气呢？哦、oh, no, 你要可爱的，好好啦，好好、哦、我快破音了好久没听到，在哪里 啊, 啊好久好久没有去绝对不可能的啦，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。谁吗？都有了吗？乌鱼有吗？乌鱼啊！还记得、啊？魂不守舍，忘都忘记，都怪你。好，我就最后OK， 这样子 OK， 一手握拳脱下巴，用不耐烦的表情看过来，他怎么自拍的超丑，谢谢阿亮的告白气球。够不耐烦了吗？如何？你满意我的不耐烦吗？啊，有吗？我怎么觉得很可爱？谢谢阿明的比心。好嘞。啥？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喽。那个谁？不是有，谁？我漏掉了。泡芙大叔。哦哦，泡芙大叔说什么？随意发挥就好。随意发挥。哦，我最近就一直，就是我家桌上一直有一个小泡芙，然后就是我因为还在减肥，所以就是没有吃它，所以我决定要就是。等一下去吃。不是，没有要吃，我决定要给他一个小泡芙祈愿之歌，搭配泡芙大叔，我们要。即兴创作《小泡芙祈愿之歌》，这是泡芙，有点难评。我是小泡芙，我好想吃它，现在就想吃泡芙。我很久没吃，它真的好吃。我最喜欢的是巧克力，我想吃泡芙，现在就想吃，因为它真的很好吃。你也想吃吗？泡芙大叔呢？你是不是也很想吃呢？我现在真的很想，但是我真的是有点太胖了哦，跟不上。怎么样都可以，只要泡芙，只要好就不会了。泡芙，泡芙。嘿嘿嘿，下次不会再听到，因为我自己掰的歌我就是不会记得，就是我自己编的歌我就是唱完就不会记得。泡芙泡芙，好了，希望泡芙大家都喜欢我的小泡芙之歌。
好了，现在的直播到这边，我们来进行验榜的环节。我也赢了。你要什么饭撒？蝙蝠侠。好要念反呢。我不会啦。我会啊。啊，我说那个。怎么会扭到？好的，谢谢一号，恭喜你。好，晚点榜了，我现在已经延迟，我已经延迟很久了。第十名是鳄鱼，第九名是水锤，第八名是卡丘，第七名是准准，第六名是阿米。第五名是 Ben， 第四名是朱莉安，第三名是艾拉，第二名是中央，第一名是吕冠。哒哒哒啦！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谢谢 Ben 真情告白。好嘞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今天海玩的开心，希望你们在海边享受到一点放松的感觉，或者是就是玩牌的乐趣，就是待在家里啊，可能没有人要陪你玩牌，但没关系，就是不一定会陪你玩牌。如果你没朋友或是你家人不想跟你一起玩牌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。好的。那如果我们下次再看看有没有要再玩再说咯，就是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直播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下礼拜三见，大家拜拜，拍手。那个什么音效拜咯，罐头音效，对，大家晚安，早点睡觉，晚安，拜拜。好啦，拜拜，晚安。哦，我应该会发文去按赞啊，可是现在有点晚，还是明天再发。明天好了。我又还没十点。